好了，这个笋洗干净了之后就放到锅里去煮。这个笋煮的差不多就把它捞出来，不要煮太熟了。等它凉了就可以储存了。这些就是昨天煮好的小竹笋，现在都已经凉了，现在就拿它来储存。储存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用这种塑料瓶装起来。装一层笋，然后放点盐。边装边放盐，用这个棍子把这个笋压实，这样可以多装一点，也不容易坏。好吧，就装这么满。然后在上面再撒一层盐，接下来在里面加山泉水，要漫过小竹笋，然后用这个封口。但是要储存的小竹笋可以很长时间都不会坏，剩下的这一些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储存，然后里面加盐，这个可以多放点盐，然后用这种封口的塑料袋装起来。来，用这个封口装好了之后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，这样要吃的时候就拿一袋出来解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小竹笋就已经储存好了，接下来就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冷冻起来，要吃的时候就拿一袋出来解冻就可以了。像这个小竹笋用这两种方法储存，可以储存很久都不会坏。不知道朋友们还有其他好的方法没有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